翰结婚后育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，他近日参加大陆综艺节目《乘风2023》，受到大批网友高度关注，人气也持续攀升。不过他在赢过香港歌手许靖韵获得晋级时，却被一些网友炮轰他的实力不如对方，对于他的晋级表达了不满。对此，陈意涵保持正向态度。最近他在微博感性发文写下：“高压训练下的调和剂，就是孩子纯真可爱的笑容，橡皮筋拉太紧也会断掉，松一下，保持弹性，保持乐观。”保持纯粹，一起嘴角上扬吧。他同时附上两个孩子玩耍影片，特别是他首度公开女儿正脸，虽然没有近距离拍摄女儿，但仍可见女儿留着娃娃头发型，样子非常可爱。这篇贴文曝光后，他的粉丝除了直呼两个孩子好可爱，也纷纷写下温暖的字句为他加油打气。